完了。哎呀，好歪了。可以再接力。哎呀，哎，这里会不会空洞？撞撞撞！啊，是是是。这四个我要先捡了，我受不 了。都是骨头啦，都是骨头啊，都是骨头啦。每次都这样子，睡着了。来，老位置，再去那边试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回来是不是？哦、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再中四个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我又是四个。看，这里有大鱼卖鱼网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好多、哦。力战的冠角。快点啊！冰罩龙这边很多人哦，很多猎人哦。有我闪掉了。咖啡。加上他脚下还有两个，可是一个大灵脉玉都没捡到。就骨龙骨一堆哦，气死！中途力战冠角啦。什么东西？我的江江不讲话，一定要捡到灵脉玉。我觉得有没有，好不好？太心虚了。没有，切枯燥，我在补了，我放下手上的灵脉玉在边吃哎、欸，我放下手上的灵脉玉，我还有，你好像捡得到一样，我没捡到啊，他跑掉跟毛鸡一样，我很努力了，你看我的血，哎、欸，干我的水剩两瓶啦，断尾，你就先存哎、欸，江江。先去回报哎、欸啊，先回报、啊，反正都回去了。好好，哇哦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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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，走了走了。我怎么一下开红，一下又白，一下开红又白？那个，哎，他去哪里？可以帮我吃个抢走补我的体力吗？他烧了一整格，一点点而已吧。我刚有吃过，他真的少了一格。为什么你是以格来计算呢、啊？你、嗯、吃一格肉不是上升一格吗？哼，对啊，所以它是掉一格啊。随身食物的那个一格。对啊，随身食物的、啊，不是我都 不是全熟肉。我都不吃那个哎、欸。哦，我比较穷啊，不好意思。是你不屑吃吧？鬼爆炸菇哪会穷啊？我就没有在装融好的，我做不是有装融好而已。融好太占空间了。嫌麻烦嘛，哪是穷？不是啊，那个融好，我装别的珠子，我攻击力上升很多。那我们只好花时间去刷积分萃取液了。对啊，只能刷积分萃取液，所以我刷了很多钱。现在只有玩弓箭的时候会带。我也是啊，所以要一个吃菇装。吃菇弓，可壮，壮的不错。真的，只是现在配不出来。对啊。为什么我插肚子上到尾巴？超期待哦！啊！帮他多台。我跟江江一起在捡，可是只有江江飞走。看，笑死！那我们捞的啦。哦，这一只好多、哦，就是不给大灵脉玉哎。跟喜相逢一样吧。
多，但是都不给大人卖。对啊。哦，便宜没好货。在场还没有人捡到，是不是？我没有捡到，还是我 有我也不知道。我准备当第一个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决定，我觉得这个就是，哎、欸，我挖了新龙。干，我就让你先死更强，让你死了，然后你回去，让你捡不到。就是这个了，大龄卖玉。哇，力战的冠角。靠好呗。还没有人血祭，他不开心吧？有人血祭了吧？你把江江放哪里了？忘了。我很抱歉。硫化音爆弹有用吗？看看。不知道。勾他！勾啦！哎、欸，对吼、哦，都说拿浮面龙试音爆弹。睡啦。睡着了。中了。来吧。就是那颗啊，大石头。哎、欸，他刚刚滞空有点久。对啊。找地板啊，躺下去怕地上有图钉什么的，有没有？先看了一下。我最想睡几次？四次。睡四次了吧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他刚刚那个撞没有掉东西。嗯，好像是撞又撞光了，是不是？撞光了。真的会啊，真的会啊。我知道会啊，只是很少遇到这个情况。好、哦、狂撞。9000多的血量应该不用回补了吧？因为我现在没大补了。自己喝。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这边有啊，这边有药草，有蜂蜜了，蜂蜜了，等一下去采草蕨了。等一下我回那个小洞里面拿草。那你先去拿，反正他要睡一下。没关系啊，不然我放爆桶啊。快笑起来！要拍一下吧，要不要拍一下？就拍好啊，可是就是怕上去是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啊，可以拍三下哦，那就这里啊。对啊，不然的话怕那边太远。好，我去拿草。你拿好我就拍。我拿好了。啊，拿好了，真假的？快了，可以啦，真的啊。拿好了啦，他没有自动合成大回复药，白痴！我身上好满哦。你没有把它勾起来是不是？我有，哪种会不勾？哦，那就是太满了。吃青菇都比这快。是。真的啦，撞了也没东西了，好，被我们榨干了，来了大龄卖玉了，最后的五次机会，榨到干掉都没大龄卖玉，你看节操多哦。零卖古龙，零卖古龙，零卖古龙，都是力战的，没有，唉，纯水晶都没有，唉，古龙支持，古龙支持。来，最后还有开奖机会。Sorry， 奖金这样累积到下一次。希望下次得奖者就是您，行动要快哦。好久没有大富翁了，有没有记得很清楚？什么大富翁？大富翁是啊，是不是十哦？是四。我知道，我听得出来。哦，原来听得出来啊。不是啊，会乱亲啊！什么乱亲？你想亲谁？乱亲。好。好。
到了。嗯，伏面龙叫出来是音爆弹啊？你是想到这个吗？你不知道，我现在在找伏面龙在哪里。封我的泥，我找不到他、那个屠杀龙，应该是上位屠。看起来好像大便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想吃了？不是，我以为我加的味道大便就好。家的味道，我那时候也以为打那个土沙龙会掉大便，结果我那时候刷了好几场，发现都不是，快哭出来了。想要封我的泥就是大便。记得带荧光弹，我带了。打了吗？负面了。嗯，我们要测试。是那个惊吓。他说惊吓可以让他从空中摔下来。哦。那个猎人笔记上面写的，其实我真的在想，优越是真的怕草莓还是假的怕草莓，还在纠结这件事情。有些人真的不敢吃草莓，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就不敢吃啊。哦，那只好戴眼罩吃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野生的金火龙，一般的。嗯。因为想说大众一点的就是香菜不敢吃嘛，然后香菜很好吃。恶心，难怪我们不是朋友。上去再右转下去，对。可是你吃面线不加香菜？不加，当然不加。是假的？骗你干嘛？虽然平时很爱骗你啊，但对于香菜我是很认真的。花泽香菜。哦，可以，请帮我加到面线里面去。什么东西？花泽香菜啊。哦、嗯。来快，我在他脸上，等一下。哦，我们都下来。我看他、哦，我看一下哦。来，我等你爆弹。啊？没有啊。那到底要怎么惊？要怎么惊吓啦？萨克、哦、放了个吓的盒，吓人盒。惊吓盒子。没有用啊。还是要这样子。没有啊。还我三个音爆弹，妈的。不止，我挖蛮多的。你说音爆弹挖很多吗？不是哦，还是挖花泽香菜。不是，我也要。为什么你有？所以有用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你们在想，因为他介绍是就是说那个啊，受到惊吓会从空中摔下来之类的那种东西。还是被龙吼下来、啊。木桶飞弹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哎、欸，放他没看过的东西。可能欸。那我回去拿。那你要放很准哦。哎呀。没事啊。我没有准过啊。那还不好用、欸。我没准过啊。有时有机会。更换道具箱。干嘛？没有，喉咙痒痒的。哎、欸，我这个木桶飞弹狙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拿一般的木桶飞弹就好了，不一定要狙啊。我没有木桶飞弹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还现场喝啊？怎么喝？去看合成表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喝。这边可以合吗？不行啊！哦，你说把材料拿出来合是不是？人家里面拿材料出来，然后合成啊，不行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先放一个试试看。你给我飞起来哦！好，故意试哦。啊？有炸到吗？我炸到啦、啊！那就是不行了。
那到底要怎么惊吓他？惊吓？就他说的惊吓就是一般的闪光弹，小木桶加爆炸菇。用一般的闪光弹下，每只都下来了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到底是什么废物惊吓？下来了，他说要惊吓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我没有证据。这是我最近学到的一句话。很久了，我最近才听过这个哦。还有什么一些开车相关用语，教我快点，我礼拜一需要。哦，那这个你问对人了，问江江就对。靠北哦。好叔叔妹，我怎么不行？还是我没撞到？应该没撞到，是没撞到，我觉得。生气了，一堆人在他头上怎么样？不然等一下我们集体坐下，回回体力吧。还是聊天室的知道一些开车用语。请教我，我礼拜一要用。我也是很想上车呢。大雄，我也是很想让你进入什么猎龙的，可是只能四个人。哎、欸，哦，哎呀，扯脸了，他被抓好子甩了。哦，我看到了残爪龙跟伏面龙的战斗。人家名就叫凶爪。哎呦，这个对望。没有，残爪跟那个啊，悟空啊，对不起，叫错了。哇哎、跑掉了！不，凶爪龙 ，nice！ 哦，哇哦，哦哇哦 ，nice！ 你限制了他四秒钟，九秒钟。谁啊？再打雷二吧，雷二还蛮缺的。嗯。到底要怎么吓到他、啊？还他其实不怕血、啊。对啊，刚刚被吼也没有吼到下来啊。哦，他看到星星都没有掉下来。伏面龙，直接查了。对啊，就大家都跟你说闪光弹攻略，又不回答闪光弹。伏面龙弱点弱水，很有效。火有效，雷属性、冰属性一般，龙属性效果差。差，差。没有欸，就是说破坏哪里而已，垃圾副品。我传这个图给你，我觉得很棒。哎，无眠龙怎么下它？怎么下载？啊，没事。你到底要干嘛啦？又被打了。没有哦，我只是走错路了。为什么凶爪在这里啊？走开的。奇怪，人家说在这里。也是说闪光弹啊。对啊。好烂哦。
对，我觉得这样可棒，就送你。什么东西送我？哎、欸，我传到停车区去了，靠北，点太快了，我要点魔物相簿，点到底下来了。我怀疑你在看，看我有证据，而且我喜欢。可以啊，这就停车区的可以啦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突然看不到停车了？未满18不能看啊？会不会他调那个设定的时候？黑轰了、欸！我想说手少一个，嗯，好。怎么了？发现问题了？对，我发现了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感觉少了一行？哎、欸，然后连续带了两坨大便哎、欸。对啊，这个画面我常看到，尤其是打到一半还会拉屎出来。人家挤嘛，你干嘛？体谅他一下，会不会就是骑乘骑到一半当个定点拉坨屎，然后继续跟你玩？好哟，直接打吧。好。巨大古董在，哎、欸，巨大矿脉在楼上。靠腰哦，吓到我！争夺地盘的痕迹，干将将，我一个默默挖，还可以再装。好，来，我穿个衣装。步曲结束。膝盖破坏打，快！我们是一起不屈的吧？为什么我现在才结束？比我快了大概几秒。是不是因为我有死过啊？啊，江江呢？我有死过，而且死的那一次就说我那个发动不屈，所以你重可以累积哦。我也不晓得哎。所以我们每受完一次魔物就不屈这样子啊，可是很花爆弹哎，需要大家合力这样子，要多几颗爆弹。好了，我可以开始打了。哎呦，我的跳高。有、啊、我写效果结束了。哦，哇，所以应该是不同。为什么会不同？不屈有小圈圈是不是？小圈圈中的小圈圈，我跳上去耶！他跳下来。哎、欸，下来还顺便踩我头！这天兵，好耳熟、哦，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。对啊，缅怀他，王小天兵，睡着了。哦，天兵是什么人呢、哦？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，又有故事了。都是江江那边的故事。哎呦，他掉三个，四个，两个，两个，是我看了四个，哎，还是我刚刚没有剪？应该是没有剪吧？我觉得你在骗人。哎、欸，还可以再撞？欸、我想看是四个，哎，快撞！你有看到你一直在炸我吗？有。我很想剪个掉落物。是啊，
两个，一个。哎、欸哦，我的，看来我比较高级哦。啊？这就是小圈圈。现在是三个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又掉了两个。六个。哎呀。再剪啊！剪给你看啊！哎、再剪再剪，剪给他看，继续，再继续继续。剪完了。我要发挥拾荒精神。走了，抱尾巴。哇，这个超像争夺地盘的痕迹，挖一下。好。不会是江江在奋战吧？是的，古董在上面。哦，晕。啊、哦，没事没事，不会晕啊。因为我没有那个了。等一下哦，我的手离不开骨头。啊晕！再吹了，再吹了。哎、欸，头撞了、欸！哎、啊，我撞个不动，不要咬我！我是视频。哎、欸，干！哎、欸、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快，谁放陷阱？我来了，OK，OK，我们打那只黑轰啊。巨人阵的不行了，巨人阵，拿手电，巨人阵你要走了吗？是还没啦，我有点想稍微逛一下我的布。哎、欸，我的布又自杀了，奇怪，你布最近自杀频率很高哎、欸。那是黑轰吧？嗯。哎、欸，我今天还没发布，发一个。啊，去尿个尿。嗯。有
上又在唱歌了，天啊！是没有去别人那边留言的关系，没有在看别人。你说太久没跟人家互动吗？对啊，不对啊，只要发铺就有了的说。对啊，我记得之前是这样，还在更改机制的。偷偷看一下，他有那个如何提高卡码，不是要回复人家然后发文章吗？他基本上只要有发铺，他就会。那个对啊，就不会掉了，就不掉了。我最近每天发，它还是会掉。哇！你在发一些开车的文章吗？探索中魔物气息消失。嘿轰嘿轰！没血。发表或是分享优质的铺文，铺友在您的铺文做出回应或是讨论，还是我要去回啊？那不然你来回我的，我会去回你。如果不常发布，不常来铺，让发表垃圾讯息，或是被朋友拒绝邀请，都可能造成卡玛之间。啊，我就没有被拒绝，我也没有拒绝别人，因为我没朋友啊。看来就是发表垃圾讯息了。是我每天都在发垃圾讯息，所以才会掉啊。好呀，我去找你啊。我看一下，赶快发一个，我随便回。就那种宅宅发一些文章没人理的一样啊，然后一个正妹只是我好可爱，我手机的铺登不上去，爆炸，爆炸，晚点再用好了。绝对黑红要跑了，我来啦。啊，你们去打。哎、啊？等一下，我拿一下我枕头，我的背。我有紫色框框的魔物，我有点头晕哎、欸。泥鱼龙不，冰鱼龙跟那个对不对？蒙牛龙。不知道，他刚刚写什么我就剪掉了。靠呀！石火龙。哪一个力战等？是 M 等级的还是？我也不会看，我看到它亮亮我就点起来，然后它就变紫紫的，有一个紫色的火在那边。哦，没有啦，那只是你捡到主机而已啦。是我的造型。你要不要进？你要不要打、啊？打啊。啊，你怎么不在这里？是我在帮你们制造巨大毒种，你看出来了。不需要。你很缺、欸，相信我很缺、欸。我要的不是解，我要的是普通的。挖完就变普通的啦。不是啦，普通再好一点点，一点点的。HC， 你会想去看隐形人吗？你说最新的那个、喔？有一点呢、欸嗯，怎么了？我也有点想看。他是几号上？27。哦呦！HD 撑一下，我在吹。哦，对啊。可是我们那天去看完，电影院也关了、啊。没有，他会有半夜啦。不对，可是隔天要上班，跟死人一样。我是没差、啊，有差的是你。你 OK 我就 OK 啊，我不行啊。明天没有请个一两小时的扣单吗？我还能再请啊，就是不然请一下的扣单，不然你现在看有没有礼拜天的车啦，你礼拜天来啊，是可以啦，可是这样要多住一天的钱。对齁，台北除了你那边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了。别看我，我超远哦，我超远哦。我是偏乡淡水人哦。
江江家又没有别人就算了，他掉了家人家就不太好。对啊，怕被人家误会。我自己的床比我自己我另外的买的那个床垫还小，好笑。客人可以睡得比我还爽。客人可以睡比我还爽。哎、欸，现在才红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刚没有发现他。我想说。你我那我来撞我来撞的时候，哦没有人讲一声他，因为你们在聊隐形人啊。哦，好抱歉。我怎么记得以前叫透明人啊？还是怕就是撞名啊？不知道是不是有关联的？屁嘞！嗯小龙，哦，是咬痕，是三个叠在一起哦。狂咬那边。是啊，那我礼拜就算我礼拜日去好了，你礼拜一早上也不在啊，我要干嘛？礼拜不在。